往左一点。哎，对，这儿。喂，喂，说话方便吗？还没吃呢。那等方便再打给你。做好饭怎么的也得八点了。谁给你打电话呀？我前女友。你又逗我玩，是你妈给你打电话吧？是，我妈给我打的。年了啊，上哪给你打个电话？哎，你给你妈打过去，我看一看，谁给打电话？说。哎呀，亲爱的，我肚子疼。别闹，你哪有肚子呀？讨厌。亲爱的，嗯，风吹得我脑袋疼。别闹，你哪有脑子？